复习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。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动罗书，大义之道卦中显，万步演变地道中。哦将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悟是智各位早啊。先生早。昨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巽卦阶段，也已经讲完了第一卦构卦，今日继续第二卦大过卦。大过卦上卦为兑为泽，下卦为巽为风。大过之意为过失、过度、失去最佳时机。下卦巽地利有变，而上卦兑也是天时将满，好的天时地利都即将失去。巽为木，泽为水，水木相依，然泽上木下，水势太过淹没了树木，之水大过矣，故曰大过。知天地之道而行人事，天地将退，何况人事？时机已过，应择时而动，知进退存亡之机。大过动摇，利有攸往，亨。过，过度，过失，失去。修建房屋，栋梁是承担重量的最大的部分。由于年久失修或者承受重量太大，栋梁承受不了压力，都弯曲了。这时要迅速加固栋梁，修建房屋，防止倒塌，杜绝隐患。以栋梁弯曲之象来告知，当看到事物发展变化超越界限时，积极调整方案，做出决断，不被名利所累。时机已过，顿时休养，避免祸端。初六，借用白毛，无咎。白毛是生长在长江流域的一种茅草，经常用于祭祀时来衬奠祭品，表示对社稷祖先的尊重。这样做看上去有点多余，但对祭祀的慎重不是错误，表示人对祭祀的虔诚之心。祭祀的祭品放在器皿中已经可以，再垫上一层白毛，对天地祖先的敬仰之心有太过的嫌疑。可是这种太过不会有坏处，因为它可以让臣民知道祭祀的重要性。九二，枯杨生啼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此爻中枯杨老夫都是大过，
可是大过未必没有生机，枯杨可以发芽，老夫可娶少女，这些现象都是吉利的。枯树发芽，老夫娶妻，都预示着新的开始，孕育着新生命的开始。继往开来，往已去，而来生机无限。九三，动摇，凶。年久失修，房屋的栋梁已经被重力压得弯曲，房屋马上就有倒塌的危险。如果此时再进去居住，必然会有生命的危险。不能及时解决问题，就是对错误的包容。这种眼前的包容过错，对以后可能是致命的打击。九四，动龙吉，有他，吝。对自己做的事情及时检查，发现错误及时改正。就像房屋的栋梁，时间久了有些弯曲，马上修正它，使栋梁隆起，恢复原来的角度，就避免了房倒屋塌的危险。如果发现弯曲还不去修理，时间长了必然会招致麻烦。九五，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，无咎无欲。枯萎的杨树重新又盛开鲜艳的花朵，已经衰老的妇人嫁给了年富力强的男人，这种现象既不会遇到什么祸害，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。为什么呢？前面的枯树发芽，老夫少妻，何以应急？而今之枯树生华，老妇少夫，却无欲呢？发芽是刚刚开始，生机无限，而处在五爻即将结束，开花也难以结果。老夫少妻可以生儿育女，而老妇少夫，阳虽盛而阴已泄矣，不应天时，不合地利，生机顿失，何以有益？此大过矣。上六，过涉灭顶，凶，无咎。涉水经过河流时，河水很深，淹没了头顶，这样的情况很危险。可涉水者食水性，可游过河流，安全求渡，没有造成麻烦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多多学习一些生活技能，当一旦面临危险之时，可以随时应用，度过危机。学以聚之，问以辨之，知识智慧需要生活的积累与实践，只有日常的积累，才能在危机时刻化险为夷，应对逆境。涉水灭顶即是大过，要想在面对重大情况时不凶险，那就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危急之时才能无咎。人们一定要以慎重严谨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工作，就可以回避很多的麻烦。如果日积月累，对错误不及时修正，日后一定是弊病重重。顺应生活，及时检查思想行为，回归正道，圣人之学非一日之举。日不足，夜以继日，多多学习积累，就可以避免将来的危险。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因一时的失误，从而酿成大错，后悔一生。完了，完了！伯伯，
大人，您请坐吧。啊，好，好。伯伯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小哥哥今天怎么没来啊？没有，他们走了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再来。巽卦组的第三卦是鼎，鼎卦上为离为火，下卦为巽为风。鼎，古代烹煮食物的器物，鼎象征鼎心。前有革卦以革故，今有鼎卦以鼎心。木生火，见风吹则旺，预示着生机勃勃。此卦以鼎气烹煮食物为象，说明鼎气下方的木火作用。想烹调一鼎美好的佳肴，需要适当的火候配合。当然，做人做事也要像鼎气那样，能打开双耳，兼听则明，脚踏实地，站得稳，才能走得远。鼎，原籍亨。鼎心之象预示着新的生机，能够放下过去，进入新的开始，一定是前途光明。初六，鼎颠止，立出否，得妾以其子，无咎。鼎被放倒，鼎腿被倒过来，鼎内沉积的食物渣子倒了出来，便于重新烹煮食物，保证新食物的味道。就好像为了生儿子而娶小妾一样，都是为了得到新生的事物，这都是正确的做法。立出否，有利于除掉原来的弊端，这里指鼎内遗留的食物渣子。九二，鼎有时，我仇有急，不我能及，急。鼎中装满丰盛的食物，等着与人分享。没想到我的伙伴却突然有急事不能前来，没有影响我享受丰盛的美餐，这是件不错的事啊。条件已经成熟，马上就要分享胜利的果实，而伙伴突然消失，自己享受了胜利的果实。九三，鼎耳革，其形色，至高不实，方与亏毁，终极。鼎气的耳朵改变了位置，因为改动的不合适，却不利于鼎气的移动。鼎气中精美的肌肉还没有享用，天却下起大雨，精美的肌肉浪费了，心中很是懊悔。但是发现了鼎耳位置的错误，及时进行修正，避免了错误以后发生，最终可以吉祥。当发现新的事物不适用时，应及时改正。九四，鼎折足，腹弓竖，其形卧，凶。鼎气的足折断了，精美的食物倾洒出来，地上一片狼藉，场面很是糟糕，对于享食者造成很大影响。这是因为食用者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美食。其深刻的含义是，食用者的身份可能存在虚伪，食不当，言不顺，味不正。六五，鼎黄耳金炫，
立真。炫，举鼎器具，状如钩，以铜制，用以提鼎量耳。鼎器配上黄金的耳朵，并用金炫吊起一动鼎器，这样的配置有利于移动使用。黄耳金炫象征着兼听则明，打开双耳，多听取有力的评论。上九，鼎玉炫大吉，无不利。鼎器配上玉制的炫，较之金制的炫更为适宜，大吉大利。玉炫比喻更恰当、更匹配的方法，寓意鼎新的进步，以与时俱进的眼光解决问题，这是极无不利的。鼎新就预示着改变过去，新的开始。可是，在改变的过程中，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完美的，也许啊，会有诸多不合时宜之处。与格卦同样的道理，要符合实际，勤做沟通，积极协调。同时，革故鼎新也要名正言顺，因势利导，切勿独断专行，酿成祸端。此段的第四卦为横卦，横卦上卦为震为雷，下卦为巽为风。横卦象征着恒久长恒，下卦巽地气将退，但上卦震天道刚刚启动，前途发展广大，时间久远，故曰恒。恒有长久恒远之意，但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，好的诚信品德需要恒久的保有，但坏习惯坏毛病需要及时改正，不要恒久保持。恒，亨，无咎，利贞，利有攸往。恒久的天地之道给万物带来无限的生机，
日月往复，四季循环，万物流变，或生或死，或灾或难，一切都是自然大道所为，这些没有对错可言。天地之道的恒久不变是万物生化的根本，在生化中不断格物，探责索引，不断地掌握发现事物的新功能、新应用，才能促使社会有更大的进步。初六，俊恒，真凶，无忧虑。任何问题都不是恒久的，会根据主体对象、时间空间的变化发生变化。如果不能因地因时因人去处理问题，反而坚持用一种方法对待不同问题，这不符合变异的思想。长久下去必然会出现问题，引发矛盾，这样的思想是不利于向前发展的，应及时改正，避免错误发生。九二，毁亡。知道问题的错误所在，及时改正，不让错误长久存在下去，或者是坚持正确的方法处理问题，不管有多困难，还是不抛弃不放弃，肯定会颇有收获，悔恨就能消除。九三，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，真吝。君子之道，不论打引，都能保持其诚信的品德。若是见异思迁，见利忘义，不能坚持自己诚信的操守，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地位，遭到羞辱。这样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注意，谨记，谨记。九四，田无禽。由于长久不停的狩猎，没有给禽兽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没有禽兽在供狩猎了。自然界是一个循环的恒久生物链，不能人为的不止歇的去破坏它们之间的循环。春天是禽兽繁殖的季节，要让它们繁殖生息，秋冬后才是狩猎的季节。这里指坏的生活习惯、生活行为不要持久，及时改正，避免天长日久酿成祸端，为时晚矣。六五，恒其德，真，妇人吉，夫子凶。坚定不移地保持诚信的品德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习惯。妇人恒其德则吉，而丈夫恒其德则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妇人主持家务，教化儿女，孝敬公婆，对内恒德，自然是吉。而丈夫主外，要分清时事，什么人都能遇上，若是不能分清君子小人，都同等对待，反而是害了自己。故妇人吉，夫子凶。上六，震恒，凶。对于人生目标、事业的方向摇摆不定，没有坚定的信念，不能吃苦受累，遇到困难就退缩，这样的人最终一无所获，虚度光阴。好，这横卦也就讲完了。横卦告诉我们要有恒久坚定的人生信念，不被困难所吓倒。说得对，好的修养品德要长久坚持，切不可见利忘义，动摇信念。自然的恒久大道，一旦破坏了自然的恒久之道，这个后果
这个后果嘛，只能由人类自己去承担了。今日讲了三个卦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赶紧回家吧。谢先生。爹爹，我们回家吧。老伯伯再见。各位伯伯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慢点儿，别摔着了。